冬天到了，熊妈妈带着熊宝宝们出来觅食了。拍不出来，可能有磨皮效果吧。地上都是雪，好滑！现在是10:20，我们终于到酒店啦。哎，在床上吃饭好幸福啊！这南方的孩子第一次见雪。漂亮，这边有山，哇，这里超漂亮。别嘚瑟，好好走。你在哪？你在哪？啊！我看，我看不到。哎呀，超开心！看见后面一圈都是白的。这边有小熊，你看。哎呀，好晕啊，转。看。2:01.5。4:00。3:00。2:01。喝了点咖啡，现在要走了。喝完咖啡，然后一会儿去坐缆车。哦，那小房子好可爱。特别想下去，是好怂啊，怂炸了！快关门啊！快关门啊！啊！关上了。啊！我就不走。可恶啊！被偷走了。啊！啊！我不要走。
好好看啊。吃完了。是啊，那是我们住的酒店，好小。又要下来了，哎，主人要是往里面扔个石子儿，哎，哎呀，啊，行了，没事，你松手。这边看得很舒服。好看。